乡音乡情最难改，一代又一代，海上生明月。我们这次呢，就是作为这个环境的拾音话筒和这个节目的一些拾音话筒呢，用大概有20多支，其中有4支是全景声话筒啊，主要呢就是要拾取这个除了节目的一些个本身一些个声音元素以外，还要拾取整个这个场的感觉，做出来以后让大家觉得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。有一些画面我们加了一些其他的声音元素，比如说风雨雷电这种，包括像人走路的脚步，都是可以在耳机里能听。啦啦啦啦